像三朵花嘞，不要变小，三朵老花嘞，三朵花，人家还那么年轻，不能够吗？我说没，谢谢。我们的婷婷，来，今天呢，因为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精彩，歌星有很多，所以呢，你赶快来唱个第一首什么歌？好，一首比较轻快的华语歌曲《情人梦》啊，《情人梦》啊，好。小小心动，一阵阵叫人迷梦，情人梦呀，情人梦。我们非常感谢呢，我们在场的所有的大哥大姐，来看给这位好朋友。